现在哎，小杰你好像很紧张哎，我很紧张。我可以先向就是李多惠的球迷们，是球迷吗？粉丝们道歉。好，这是先办案，先洗白，先洗白。等一下，他不管做了什么，好像都不关他的事情。小心，这一张一张是纸钱哦。你也是蛮厉害的。那都会紧张吗？对，真的不要紧张。刘环，如果说你不舒服，你就退开，他一巴掌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哦。哎，对啊，风有风，这个。好，对对对，啊，轻点啊，不要小心，真的，我来了。我们光是这样，我就抽到你了。抽签抽到，大家请看回放哦。抽到了，可以抽一点。我觉得他不敢玩。你刚才怎么不花钱买卡呢？他会怕，我也会怕。放，好，好，再来。好刺激！放，有，你动你动，我不动，我不动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放。不能再玩了，不是，我没有动。现在这个是名字。好，我们恭喜这一组总共获得五枚玉币。小杰，要小心哦。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结束了吗？小杰的生涯也停了。你还想玩对不对？对，我很想玩呢。还是你要换一个人？他想玩呢。对呀，干嘛见不得人家好？我到小杰的生死，我来。哎，小杰，很明显吧？他要你死。我动。好的。现在谁动？小杰不动。小杰动。哇塞，都会不动。你动的话，危险更高哦。我跟你讲。预备，放。算吗？这不算哦。算不算？来，太扯，太扯，来放。好，来放。哦，再来放。继续哦！他好紧张，搞得我也很紧张，不好意思。笑啊！我在紧张什么啦？在抖什么？好，再放。好，最后三张。哎，快！放，都没有。最后一张，放。哎，好，OK。好，结束。多惠，不舒服吗？不好，明管老师还好还是不好？我跟你讲啊，亲完都没有好结果。你女朋友不会在意吧？我没有单身。他有米可白。单身啊，但你也单身嘛。你真的要放吗？你们两个都单身，不要怕啊。对啊，怕什么？亲到就亲到，是不是？好。少一个单身，我还不是只有单身，我还单客。是哦。好，来计时一分钟。哎呦，你先走开了，你先管好他，不然就不要怕嘛。我们认真了，好的，计时一分钟，不要接着开始。我聪明，哇！哎，不是，你要靠近，你要吸，哇！稳住，要吸进。直接到了，你有没有看时间啊？气死了！
系，小姐关系，小姐小姐关系，小姐小姐关系，小姐都脸红了啦，我们这边对的，一分钟的时候是六颗，刚刚有八十，真的，他那个技术好像有贴上去，有接到我，我这个角度看得好清楚，哎，他新来的，我虽然一开始很生气，但我后来有点慢慢的就没那么生气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他们好像蛮配的，祝福你们啊，天哪，开心的，哇，我们很认真在吸球，他在说气话，他在说气话，气的话，刚感觉怎么样？没有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对，因为真的太久没有亲到女生，真的亲到女生，亲男生是不是？真的蛮软的。我会被你们亲。仪式感有点忘记。对，以后你就不要碰乒乓球。认真在踢球。因为他上次玩乒乓球又亲女生是已经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对对对。那亲，我跟你讲啊，亲完都没有好结果。台湾有男朋友，你有吗？刚刚一阵混乱，但是我们听得非常对，哇哇哇！你在台湾有男朋友？对，哇，是谁？你怎么在发抖啊，丰田？丰田本来期待是姊妹，因为他觉得他整个乱掉，对啊，把姊妹吃了十倍，他现在整个哦职场节奏都乱了，对啊，乱很久。谁人教我比 ？Ready Go！ 大声一点。我有一草比你有吗？我有。讲你傲人的脸，高分。我有点染的脸，你有吗？我有点染的脸，你有吗？我的天！我有两百万的脸，你有吗？把我到底下！我有两百万的脸，你有吗？你打他！你打他！点染的，你看是不是点染的？是不是点染的？应该是点染的啦。好有被拍过你有吗？我有被拍过两次哦。我被拍过三次你有吗？我跟孙胜有在一起过你有吗？我跟马孙胜有在一起过你有吗？来了，我有送过200,000的礼物你有吗？我未来想送车给我男朋友你有吗？没有。我是你男朋友。我有二，我有。你好，哎呦，失败！好笑，好笑，非常的激烈哦。来到的是2-1，好，哇，大家胜利，队友的胜利了，志玲加油加油，准备了，谁人加我比 ？Ready Go！ 我有154公分，你有吗？哎呦，刚好小你1公分，你有吗？我有坐车被别人撞过，你有吗？哎呦，坐车，我有3个车，你有吗？好，哇！开枪了，开枪了！我都会啊，我有，我台湾有男朋友，你有吗？你真的有男朋友有偷吃，你有吗？你男朋友有偷吃过吗？偷吃是什么？就是跟别人在一起，劈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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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有吗 ？Double，Double，Double。厘清一些事情，对，厘清都会，都会。你刚刚有吓到，虽然刚刚一阵混乱，但是我们听得非常的对，哇哇哇！你在台湾有男朋友？对，是谁？谁刚刚？还幻想？我幻想，还有两个，竟然为了赢不择手段，由那个便便这边。